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难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或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是能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一切回去，别人将我泪水，无期明知水瓶座更美，难到底还是我？
Simple Life 演唱会的主题曲。好想用这个演唱会去跟大家分享一路以来在音乐路上的所有我创作过或者是唱过的音乐。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多朋友可能一路支持杨千嬅的一种共同成长的共鸣。咁刚刚呢只歌叫《穿越》，其实好有意义嘅。我相信人生在世咧，我哋一定会遇到好多高山低谷，或者系喜怒哀乐。但每一次遇到问题嘅时候，总系要俾机会我哋去活得更加成功，同埋更加有智慧。所以所有我觉得美丽嘅人生，除咗系完美嘅成功之外，最重要嘅因素系你懂得怎样去解决失败，同埋当自己挫败嘅时候，有困难嘅时候。怎样坚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坚持的程度是要用意志，甚至乎不能够受到任何的一些困难去动摇自己。这个是一世的智慧，我自己都学习着。我今天很庆幸能够来到纽西兰的 Oakland 跟大家演出，这里是我第一次来到的一个舞台。我也很感谢大家，之前可以造就到我这个 Beautiful Life 的，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场，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真的没有想过大家去做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可以走到二十场。哎呀，你啊，为什么我次次去到这里这样的？哎呀，又不紧要啊，为什么？很紧要的，二十场其实。啊！好，唔喊啦，正喊。我呢种喊系其实系一种开心眼泪嚟嘅。因为我年轻嘅时候啦，咁啊都算系幸运啦。咁喺一个好多好好嘅音乐人嘅陪伴之下咧，得到好多好音乐，咁咧就能够得到好多次唔同嘅个人嘅演唱会嘅演出。咁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幸运，因为路途上面遇到好多伯乐。咁但係細個時候咧，亦都有少少年少無知，唔係好知道一個舞台嘅重要性，同埋點樣去處理自己每一隻歌。到一個歲月向前流走啦，人生嘅經歷越嚟越多啦，咁樣開始感受到原來歌詞除咗去欣賞之外，亦都係一種俾自己嘅解藥嚟嘅。咁啊，走到今天，有機會再唱每一隻可能已經唱咗千次嘅歌，但係對我嚟講都好似第一次唱咁。因为我昨天发生了一些事，又启发到我今天唱这首歌的感情又不一样。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是一本打开的书。好高兴大家有兴趣继续阅读杨千嬅这本书，在一个音乐的路程当中大家互相扶持，无论什么情况都好。我今天先发现到原来舞台是这么难行上来的。是啦，即是除了这条天梯之外，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当你演出每一场的时候，你怎样令到自己好像第一场的心态，无论什么状态什么情绪都好，一上到台的时候你就会做到自己最好给观众去回答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现在发现了，原来最轰烈和最用力的是不是我一个场地有几多万观众我给心机去唱，我现在明白到原来当有一天我只有一个观众，我都要好像几万人跟住唱。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怎么爱情变得沉沉，你变了去了熬过了一开始
Thank you.
rock 嘅音樂會咁嚇。Jason 咁，你要俾個 solo 先得啦。頭先我哋應該要第一真係好似呢個 The Star Is Born 嗰時候嗰一幕啊。咁啊，爭我拍手。不如我哋為咁高興 ，Jason 因為一場嚟到澳洲，下一站你又唔知去邊度啦，美加索。我哋俾啲歡呼聲 Jason 啊！我先多謝我身後面所有的音樂嘅老師，多謝今日嘅音樂總監阿 Kel 黃山俊先生 ，Jason 我哋吉他手 Jason Koo， 仲有我哋嘅鼓手阿 Koo， 我哋呢邊 keyboard 嘅 Anna，keyboard 嘅阿 Nick 同 Program Nick Wong。我哋一個年輕吉他手 Nick Choi， 你今日係生日啊？其實我唔係生日啊，我本書仲可以送俾你嘅，特登揀嚇。我二十場 show 跟住就送一本書啊，咁得意啊！送個杯子嚟睇下陣間。嗱，我真係覺得拍幾靚啊嗰個。OK， 多謝我 Chorus Jasmine、Suki、董友、岳如老師，多謝佢哋。我仲要多謝我 Dancers， 多謝排舞嘅 Sunny Wong。最后高潮的情敌被我连气两次一分都不到了，与他再卖几公里，当只真当全行已未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oh my God. 奇卡天将我。